香港人都幾愛，好喜歡 Tasmania。幸福的塔斯人，佢咧成世人咧冇去過，好多人嚟到 Tasmania， 梗係會覺得梗要坐車嚟知啦。係咪好想即刻買機票嚟 Tasmania 咧？我哋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把尺，不如洗一洗先啊，阿妹。好正、啊，你死佢，好似好正咁喎、啊。而家咧，我哋就對住個美景，隆重其事。好啊，我想講我真係好喜歡 Tasmania。點解突然間想講呢樣嘢？係因為前幾日我喺度 plan 啊，帶小朋友去邊度好呢，咁就係諗嚟諗去都係嗰啲噶啦，即係去野餐啊，去摘下水果啊，或者睇下動物。嗰一刻我喺度諗，其實選擇唔係咁多啦，唔似大城市咁多姿多彩啦。但係我自己其實都幾中意呢種非常之樸素嘅感覺。前幾年都仲有諗，不如搬去 Brisbane 啦，但係依家我真係唔會走啦。經歷過 Covid 啦，生完小朋友，我更加確定我係喜歡 Tasmania 嘅。將來嘅我唔知道，因為人會變噶嘛。但係 at this moment 我係好想留喺呢度。以前喺香港生活咧，唔係太知道自己生命係為啲乜嘢，不停向前衝，不停考試，不停同人鬥，不停同人競爭，出嚟做嘢就要升職，要表現自己，要賺好多錢，有種好似自己係一個機器嘅感覺，完全冇時間去思考究竟自己想要啲乜嘢。所以我一直都覺得，以前我覺得自己係蠢㗎，唔係讀書嘅材料㗎。但係嚟到呢度之後，發覺咦 OK 喎，原來有興趣嘅嘢係真係可以做得好嘅，係只不過以前冇去發掘呢一樣嘢。好多朋友去香港玩，同我講話，香港人都幾惡嘅喎，即係佢哋都好起降啊。其實都係啊，比較翻係因為個環境逼到大家咁樣。喺 Tasmania 一樣有好多香港人㗎，咁佢哋都好 nice 啦，又唔會話咁易起降嘅，呢個都被磨頓了。但係佢哋仍然有住香港人嗰種努力不懈、堅毅不屈嘅精神啦，因為由細訓練到大嘛。所以嚟到呢度咧，只要佢哋好腳踏實地努力工作咧，基本上都唔差嘅。我識好多香港人都係有自己嘅小生意啦，又或者其實佢哋都做一啲唔錯。我嘅工作啊，啲 position 都算係高嘅。我真係好中意嘅地方，同埋出到街，大家都係笑笑口啊，見到面會打招呼。啱啱嚟到嘅時候，好唔慣，做咩 hello hello 啊？要你邊位？細細個唔係教我唔好同陌生人講嘢嘅咩？但係嚟到呢度咧，個個陌生人都 hey hello how are you？ 你住得耐啦，因為你要小島啦，大家都識大家。喺呢度無論係人事同埋環境咧，都係世上罕有嘅淨土嚟㗎啦，真係唔誇張。我哋咧出到大城市咧，你係會發覺咁多鼻屎突然间想吃啲水果，去后院摘啦。多美丽，只系带咗两只手出嚟啫。咁我哋行啦。幸福的塔斯人，劲甜。决定扎根喺 Tasmania， 无非都系想远离烦嚣啦，过一啲平凡简单嘅生活。但我近呢几年发觉咧，无论系身心都需要 detox。而家嘅社交圈咧真系细咗好多，但系个人咧系觉得舒适咗。近呢几个月，我对自己亦都定立咗一个目标，就系、是、要对自己好啲。用嘅嘢唔一定系要又贵又靓，但系质素咧一定要 OK， 唔好再求求其其过日子。大家都见我食埋啲过期嘅嘢啦。喺选择护肤品上，我都严格咗好多，因为要投放好多时间喺小朋友身上啦，所以我会揀一啲咧系简单但系有效嘅 product。最近试咗一套非常之好嘅 product 咧，系想介绍俾大家，就系呢一套嚟自香港嘅纯素护肤品牌 Pretty Five。佢所有嘅 product 咧都系日本制嘅。一开始吸引我系因为佢哋用低敏配方啦，唔含任何嘅人造色素啦、人造香料同埋酒精，而且咧系冇通过动物测试啦，包装咧亦都系用啲环保嘅物料。但真正令我爱上佢哋嘅地方咧，就系、是、加入咗中药嘅成分，例如海带、姜根同埋保湿性粉雪耳，仲有抗炎抗过敏嘅黄芩同埋甘草啦，亦都系有助治疗啲慢性嘅湿疹等等肌肤问题嘅。大家成日都见我睇中医，就知道咧我系非常之相信中药。而中药放落护肤品嘅好处咧，就系可以帮你养肤。咁你长时间使用嘅时候，就会令到你皮肤更加稳定同埋会更加好。佢成条拉用起上嚟感觉系好舒服，完全唔会刺激皮肤。咁我自己都有几款 product 系特别中意嘅。第一咧就系呢一个 brightening serum 啦，好多美白产品都系唔适合敏感肌，但系佢呢一只咧系有助皮肤亮白淡斑。之外咧，佢仲可以帮皮肤保湿，入面有两种成分，全明酸同埋甘草，都系获得日本厚生劳动省认证嘅有效亮白成分。其他嘅成分咧都系好着重保湿，好似积雪草啊、雪耳等等。因为肌肤缺水咧都系引致斑点嘅形成啦。如果加入咗高效嘅保湿成分咧，就有效抗炎斑同埋皮肤干燥嘅问题啦。质地系好水润透薄，唔会黏立啦。如果你干肌嘅话咧，你可以加埋佢支 Hyaluronic Acid 一齐去用啊。咁佢入边咧有双重透明质酸嘅成分啦，两支叠加一齐用咧都唔
会觉得好厚重嘅，分子系非常之细，吸收得好快。近呢两年我好重视美白呢件事，但系我咧住喺澳洲啦，啲紫外线好高啦，加上我经常有户外活动啦，我唔追求自己美白系可以变到河山咁样白雪雪，但起码啲皮肤咧系要亮白均匀，唔好黄揿揿。呢支精华喺提升肤色亮白嘅功效真系有俾到惊喜我，你系睇到啲皮肤咧变得水润有光，就有种透亮嘅感觉。两支精华一齐用嘅时候，天气点转都好，我嘅皮肤都可以保持到水润啦，有光泽感。另外都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千祈唔好 miss 嘅一个护肤程序咧，就系用 toner 啦，因为 toner 咧可以帮你二次清洁啦。佢哋呢一支精华水咧就唔系 toner 咁简单，一支就有水油平衡、油肤收毛孔同埋提亮嘅功效，重点系可以导入翻后续嘅护肤品啦，倍大翻啲精华嘅功效。佢入边含有雪耳，又称呢个植物界嘅透明质酸啦，有滋润美颜嘅功效啦，仲有芦荟。有时你洗完面嘅时候咧，块面会好泛红噶嘛，咁你用佢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即刻帮你降红镇静啲皮肤嘅。通常我用精华水、精华面霜加埋防晒咧，就出得门啦，都足够晒一日嘅持久保湿噶啦。今次我哋第二次嚟，今次个身嗰度换咗另一只，换咗另一只，有一只已经落咗地行啦。一年一度嘅集会，同虾仔嚟嗰时候我都未有啊，未大肚啊，真系。如果我哋全家出动，我系坐喺两个小朋友中间啊嘛，跟住我就会成日喺度谂隔篱呢两嚿嘢系我仔同我女。同样嘅事情发生啦，我哋又系上次嚟嘅时候唔记得带防晒，你话冇咗下边点算啊？有药房嘅。喺 Test 雖然冇好多嗰啲 playground 啦，但我哋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大自然啊、農場啦、摘水果咁樣嘅活動嘅。我又唔覺得就係淨係喺石屎森林生活嘅小孩就冇機會體會呢啲冇咁好啊，喺呢度體會呢啲就會特別好啊，即係各有各啦，世界咁大啦，飛機又可以帶你周圍去啦，係咪先？我哋呢啲鄉村小孩又可以去石屎森林玩下噶嘛，大城市嘅小孩一樣可以去大自然嘅，只要。有心，我哋呢一gang人今次多咗一个成员咯，多咗个细细粒，细粒边个细粒啊？可能系我啊，似靓过上次好多，真系啊！你哋你个心情好咗，唔关事，今次系多同埋。大粒咗啊！我哋今次早咗嚟啊！上次我哋遲咯，係咪？係啊！宅男妹啊，係你食緊咯喎，好唔好味啊？你使唔使大碟啊？頭先嗰個姐姐話：你可以一路走一路食噶。洗水果部嘅同事，水預備。爸爸其實又預備咗個杯，就係愛嚟俾我哋洗嗰啲藍莓俾蝦仔食。跟住我同婆婆就話：唔係啦，我哋拎少啲嘢啦，一人一定有。我咪好坦白啊！白眼而發。我哋係被種壞嘅小孩。哇！你睇下。你今次可以一次过食唔系净系食一盒咁少喎、啊？你嗰啲咁靓嘅点解？靓过婆婆嗰啲喎！喺个角度系直接望到啊！我哋好辛苦啊！睇到好多人嚟到 Tasmania， 梗系会觉得，梗系要摘车厘子啦！摘咁多水果嚟讲咧，我自己觉得摘蓝莓系最好玩嘅，因为咧蓝莓咧个树嘅高度啱啱好啦。如果摘士多啤梨咧，你要踎低喎；摘车厘子咧。就要上高高的树，都有些品种是低一点的，但是蓝莓你一路走一路你可以吃很多，士多啤梨和啫喱子你吃不到多少，是不是？不过你都要看看那个番俾不俾你吃，小朋友玩啱啱好 perfect 的高度又易摘。头哥有问题那些 Auntie 啊，好怕踎低起身好辛苦嗰啲咧，呢啲就啱玩啦。全部开晒波唔得闲理我啦。我哋上次嚟嘅时候咧系劲大太阳啦，有啲辛苦，但系今日好舒服啊个天气，啱啱好，又唔会有大太阳晒住，冇大风啦，少少微微凉凉地。正河嗰几位就唔会中暑啦。唔好逐粒食，全部一齐食啊！你个女好靓仔喎，咁样都得噶嘛？你同妈妈提醒，俾妈妈写。系啦，呢只而家开始蓝莓之路，我哋屋企哇真系俾心机搵钱，就开始嚟啦。啊，你以为养小孩啊要买奶粉、买尿片好贵？唔系咯，系买 berries 买好多钱，真买水果买到真系惊头后嘅大家，系咪好想即刻买机票嚟 Tasmania 咧？哇哇哇！好紧啊！
哦，佢拎住咗块叶喎，爸爸。不如洗一洗先啊，阿妹。阿妹即怼个口，佢已经怼咗啦。看看你系咪想洗嚟食啊？妈妈帮你好唔好啊？我想要洗手盆嗰度。而家呢度冇洗手盆啦。我哋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把尺，我把尺系攞嚟量度男妹嘅大细嘅。妈妈系扎俾你，你扎俾我啊？阿妹扎我啲细细。落雨咧，大家就匿埋喺度食雪糕，佢系即刻用嗰啲男妹怼落去嘅。喂，着底。玩完一大轮街要醫肚，我哋就去食 fish and chips。呢一间咧就叫 Aqua Grill。Why crack this？ 咁大盘嘅呢啲盘嘢做咩啊？我哋可以饮三杯啊，你饮水啊？哇，好似正咁喎！哇，个炸皮好食，炸杯又正。试下。炸完男妹梗系要即食，即食，哇，好大粒喎、啊！边个炸嘅咧？咁犀利嘅？可能系虾仔，虾仔系我哋嘅 Q 师。好正、啊，死佢！而家咧，我哋就对住个美景，有少少咁样游乐设施，仲有鸭添。我想问你，企咗过嚟，我啲仔女边个睇啊？嗰边。婆婆就喺度洗男妹，你应该好似人哋嗰啲拍戏嗰啲喺个溪边嗰啲河水湖水度洗啦。哎呀，阿 B 都有两只手啊！喂，妹妹你唔好拎开啦。我就咁拎走掉咗。阿妹妹成日拣出嚟就哈哈汁。呢個行程是非常之不錯，好像我們住在這裡啦，當地人啦會這樣做啦，但其實對遊客來說我都覺得挺適合是一個一日遊這樣、很 chill 的行程啦。因為呢我們剛才宅男會那裡就是其中一個成日都很多遊客去的一個景點，就是 Apple Shack。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local 又好遊客都好一樣喜歡來的，在 Apple Shack 隔離就是那個男會園啦。然後呢我們揸了大概15分鐘車程就可以吃 fish and chips， 在隔離就可以野餐看船欣賞這個美麗的景，然後沿路再去遠少少咧，就係、是、一個叫 Hastings Cave， 其實都是一些旅遊景點嚟嘅。如果你真係想玩得很 local、很當地的話咧，其實真的要看多啲外景咯。以前就去多啲 hardcore 嘢啦，即係嗰啲咩 Cradle Mountain 啊、Mariah Island、Bunny Island 啊，其實去很多很多，但係當時咧就冇拍咁多片啦，自己太 enjoy 掛住玩啦。依家咧有小朋友咧就未必成日可以去嗰啲行程，但我盡量咧都會想介紹多啲 Tasmania 一啲好玩嘅地方。而家我都會拍多少少 reels 咧，用短片的形式去介紹的話，大家好像比較喜歡，因為精簡一點，然後又很方便地你可以就這樣按 save 或者你 share 給你的朋友，就已經可以、啊、看到在 Tasmania 究竟有什麼正東西玩呢，有什麼正東西吃呢，這樣了，是不是？爸爸爸爸爸爸我錄下整個過程，喂，有天鵝喎那裡。今日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多謝你啊！冇問題。我哋嘅大大，我頭先話要飲椰子水，跟住佢就有椰子水，然後佢問我身份靈動嘅。哇！上次記唔記得我哋去宅男會，佢做咗啲咩豐功偉績？今次升呢啊，有冰。你攞過嚟，我哋唔好玩。多謝 Mas， 多謝。我要吃呢個隆重騎士芝士餅牌子嘅 ，Popo 咧喺泰國買，跟住寄俾我，哇，真係好複雜啊成件事。俾媽媽坐一陣啦，坐五分鐘啊，一係五十秒。我噶有啲甜，啱啱摘落嚟擺落口嗰一下，同你摘完拎咗翻屋企漚咗兩三粒鐘嗰啲咧，個味已經係完全唔一樣。莫講話真係嗰啲喺超級市場啲雪咗幾耐嗰啲，跌輪係自己種啊！玩完一輪，終於回到家，而家先是戰爭的開始。終於
朝都癲完一日啦，咁咧就休息一下。每一日最舒服咧就係洗完塊面嘅時候啦。其實我哋皮膚咧都要定期咧做一啲清潔嘅。我自己就會用翻 Pretty Five 呢一個富士山溶岩深層清潔泥 mask 啦。佢已經係成為我最愛嘅 clay mask， 佢真係超級無敵好用。我第一次用完嘅時候真係覺得好癲，塊面唔係亮白咗咁簡單，而且係平滑咗，係立即已經有呢種感覺咯。佢呢一隻咧係集合咗六種唔同嘅天然礦物泥啦。除了可以有效去除毛孔入面的油脂和粉刺，還有抗炎抗紅的功效。我這排暗瘡好勁，真的靠它幫我消炎消腫，用完之後第二天其實暗瘡都會謝，好正。它裡面有些磨砂粒粒的，就是用了舉藥來去做那些磨砂粒粒，所以其實是很溫和，不會傷皮膚的。我剛剛洗了個 mask， 其實塊面是很亮白，很有光澤，敷完之後的膚況真的很得，超得。然後我就會用 Pretty Five 的 Night Mask 去滋潤和修復皮膚啦。我body搽一陣啦，第二朝起身就會發覺皮膚很柔軟和亮白了，同埋它入面有透明質酸，可以淡化啲皺紋和減少皮膚發炎嘅，所以對那些紅腫的痘痘來講都很有效嘅。它入面有啲一粒粒咧，其實是植物纖維嚟嘅，係有少少按摩的作用啦，就可以令到它更加吸收。真心好喜歡 Pretty Five 呢個品牌啦，我用的時候覺得自己的皮膚有被呵護的感覺啦，同埋它有一種草本淡淡的香味，好relax 嘅，雖然係中藥嘅成分，但係唔係嗰啲難聞嘅中藥味嚟嘅。有興趣入手就可以去翻 Pretty Five 嘅官網啦，用我優惠碼仲可以享有15%優惠，同喺香港嘅朋友咧就可以去 Sephora 試咗質地先至上網訂啦。而海外嘅話咧，你亦都可以上官網買，直接送到去你屋企。氹曬小朋友瞓覺之後，就到咗我哋嘅開心時間。今晚我哋係打邊爐，呢個係番茄薯仔湯底。其实今天大家看到的画面已经是我们非常之精彩、非常之有趣、非常之有节目的一天来的了。一开始我们住塔斯移民这里，你有什么想法？觉得这里会很漂亮，空气很舒服，但你不会担心就是觉得很闷，这里什么都没有，又没有什么机会？因为那时候我们移民这里的时候，好像工作上又没有说特别大起色。担心的，但我觉得这里民风淳朴，没那么紧张，这里的人是和善一点。你如果日日行出街咧，覺得好舒服嘅，啲唔識嘅人啊，你都可以同佢哋 say hello 啊，打招呼，打下招呼啊，覺得好舒服啊。咁你咧？其實何生咧係咁多年嚟一直都冇話想走嘅。因為我覺得冇乜特別嘅需要。我個人本人我唔係嗰啲好追求夜生活或者好刺激生活嘅人。佢咧成世人咧冇去過，都唔知嗰啲啊。係啊，冇去過啦。我都係去過一次啫，其實。一嚟啦，我唔中意。逼車，你因為急屎係咪？我嘅興趣只係打波同埋打機，咁呢兩樣嘢都唔需要出現都冇乜所謂。住喺一個少人嘅地方，邊度都得，唔一定係塔斯嘅。咁啱嚟咗呢度啦，一開始。好真實啊！呢個答案。咁你覺得塔斯有冇啲咩係你中意噶？我中意嘅咖啡，之前去過嗰次旅行，即係離開咗呢度之後，我就唔掂啦，唔得啦。咖啡係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塔斯有塔斯口味嘅，我哋系塔斯口味。我哋塔斯嘅味道，澳洲境内我哋去第二个 state， 我哋都好追求到揾翻类似呢边口味嘅咖啡。系，我都被宠坏了，而家有要求嗰啲咖啡。我最享受一样嘢喺条街度，我攞住杯咖啡坐喺街边，隔篱有车行嗰度咯，嗰个感觉都好正，好舒服。由有米豆嗰刻开始咧，我哋已经冇谂过要离开塔斯噶啦。米豆都系塔斯喵嚟噶嘛，离开呢度咧，佢哋一定唔习惯其他地方嘅天氣啦，我亦都唔想將佢哋搬嚟搬去咁樣，即係唉辛苦噶嘛，係咪先？屎米撈，屎米撈，如果你唔得啊，屎米撈同埋阿豆怕熱啊，最怕熱，姓何嗰啲都怕熱噶，荷蘭豆，同埋荷蘭豆個膽咁細，唉，你叫佢勞師動眾啊，嚇到命都冇啊！拜拜。Kiss on my face.